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明永乐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他在位期永乐大典派团队下西洋。永乐皇帝对瓷器十分喜爱，他追求制作工艺的极致。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国宝就是一件永乐年间烧制的官窑瓷器，它的名字叫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这件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收藏于中国天津市博物馆，它高9.2厘米，口径51.2厘米，足径34.5厘米，盘口呈菱花形折沿，盘心宽大平坦，盘体为16瓣莲花形，带圈组。盘心处的主要图案是一只栖于琵琶枝上的绶带鸟，它正回首啄食饱满的琵琶果。绶带鸟的绶字与长寿的寿字谐音，因此在中国古人眼中，绶带鸟象征着长寿，而琵琶则寓意吉祥。整个青花大盘上的图案蕴含着中国传统的福寿文化。作为永乐时期烧造的一件官窑瓷器，这件青花大盘的制作工艺代表了当时景德镇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明永乐时期，郑和率领船队多次下西洋，将中国的瓷器、丝绸和铁器等带到海外，同时带回了各国的奇珍异宝和特产，其中就包括烧制青花瓷的上好骨料苏麻离青。永乐、宣德两朝的官窑瓷器，胎质呢细腻洁白，釉层呢莹润肥厚。由于使用了从西亚进口的优质绘瓷原料苏麻离青，使得呢青花呢浓艳亮丽，其这个洁净斑深入胎骨，深沉蕴散，这样的话呢，就是永乐、宣德的青花瓷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青花瓷，造就了一代名瓷。这件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就是景德镇官窑采用苏麻离青骨料烧制而成的。大盘的釉色浓淡变化自然，图案生动写实。青花与瓷胎的色泽对比强烈，将瓷器莹润的质感衬托出来，令观者赏心悦目。它的图案呢，一反惯用的这个写实手法，而采取的是连续方形的图形。这里头方图形内绘是折枝的琵琶、折枝的石榴，还有菊花纹。疏朗得体，盘的边缘呢会缠枝莲纹，是受西亚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交织缠绕，婉圆迂折。它的盘心呢绘的是绶带鸟啄琵琶果，极有生机和动人的艺术魅力。这件大盘是在永乐朝官窑瓷器中罕见的珍品。中国的青花瓷注重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这件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呢，比中国人吃饭时所用的盘子要大得多。那它又是干什么用的呢？说起其用途啊，还要从郑和下西洋说起。明永乐年间，永乐皇帝派郑和率领船队远航，团队先后到达了位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人带去了大量中国烧制的青瓷和青花瓷。在此之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大多以木制和竹制器皿做石器，只有上流社会才用金属器。金属器昂贵的造价使大众难以承受。无论是金属器还是竹木器，
其实用性和耐用性都不及瓷器。当中国的瓷器漂洋过海来到国外，很快就成为当地人最理想的饮食用具。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产自中国的瓷器非常喜爱。随着瓷器贸易的繁荣，中国销往海外的瓷器逐渐开始迎合外国人的生活习惯，比如青花扁壶和直壶等，就是仿照阿拉伯人使用的金属器皿造型而烧制的。瓷器上的纹饰也大都是阿拉伯人喜爱的莲瓣纹和回纹等。这件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直径超过50厘米，它的用途和阿拉伯人的饮食习惯有关。这是一幅古代土耳其的传世画作，画中描绘的是当年土耳其皇家宴请宾客时的情景。宾客们围坐在一起用餐，餐桌的中间就摆放着瓷制大盘，盘子里盛着食物，用餐者正吃得津津有味。由此可见，阿拉伯人有围在一起用餐的习惯，因此需要大型的瓷制餐具。为了迎合阿拉伯人对瓷制餐具的特殊需求，中国从元代开始呢，外销瓷中就出现了青花大盘。这类盘子一经推出，立刻受到了阿拉伯人的喜爱。由于元代烧制的青花大盘数量比较大，因此有一些保存至今，让我们有幸目睹它们的模样。比如这件元青花孔雀牡丹纹圆口大盘，直径为45.5厘米，中间画有一只昂首回望的孔雀，四周布满牡丹花纹和缠枝花卉纹，显得雍容华贵。这件元青花礁石瓜果纹圆口大盘，直径46厘米，瓷盘上满是花卉瓜果，枝叶茂盛，硕果累累。还有这件元青花竹石芭蕉纹大盘，直径46厘米，盘上所绘制的青花图案十分精美。盘内壁的纹饰分为三层，最外层为网纹，中间一圈装饰缠枝花卉纹，最内层盘心处的图案由竹石、芭蕉和缠枝花卉组成，三层纹饰疏密有致。盘子的外壁上还描绘有一圈缠枝花卉纹，使硕大的瓷盘显得十分精致。到了明代，阿拉伯国家对瓷制青花大盘的需求依然旺盛，中国的外销瓷中这类瓷器仍占有相当的比例。而且明朝青花大盘上的纹饰图案比起元青花大盘更为丰富。这件青花六出开光弧石枝竹纹折沿盘烧制于明代早期，直径47.4厘米，回转曲折的盘边紧密缠绕的深色缠枝花卉纹，盘的内壁几乎没有留白，但纹饰的搭配间依然充满美感。它是一件典型的明代景德镇官窑作品。这件青花远景花卉纹大盘烧制于明永乐时期，它的直径达到63厘米，盘中心画有松树、棕榈和怪石，充满古朴的韵味。瓷盘的内外壁描绘有菊花、茶花、石榴、栀子、牡丹和莲花等花卉水果，丰富的图案蕴含着浓郁的福寿文化。这件大盘是永乐花果纹瓷器的杰出代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主体图案也是中国传统的福寿纹饰，其整体造型带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专家说，
这件青花大盘极有可能是永乐皇帝为赠给阿拉伯国家特意命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礼物。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中，除了宫廷生活用瓷以外，还有许多是皇家礼品瓷，专门用于馈赠外国的王室贵族。如今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都收藏有明永乐时期的礼品瓷。由于永乐皇帝对瓷器工艺的要求很高，因此官窑的成品率极低，每一件存世的永乐官窑瓷器都堪称珍品，而形体硕大的更是凤毛麟角。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目前存世的只有三个，它们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美术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琵琶绶带鸟纹大盘能够完好的保存至今，其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为了防止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天津海关组织文物专家为出境的文物把关，尤其是清代以前的文物都要认真审查，以避免国宝级文物流失。中国著名瓷器专家耿宝昌、叶佩兰等都曾参与这一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我们到天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潭口库去做鉴定工作，在他的库房的货架子，两个货架子之间的地上不起眼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件大盘。当时呢，我一上手，觉得是一件超限的文物。什么叫超限呢？当时国家的规定啊，是乾隆60年，也就1795年的瓷器或者历代官窑瓷器是不允许出口的。我们鉴定就是把这个关，如果是超过这年限呢，就叫为超限文物。这件东西呢，后来我们请这个中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明先生到天津，冯先生看了以后非常惊喜，他对我说，是像这样的瓷器世界上只有三件，你们立功了。瓷器专家凭借多年的鉴定经验，将这件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甄别出来，避免其流失海外。如今这件精美的青花瓷盘成为天津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大盘体量硕大，纹饰精美，它不仅体现出永乐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还为专家研究明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好，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感受国宝，分享文明。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